你还在因为咸蛋黄有高胆固醇而担心吗？到了节日，还在看着香甜可口的咸蛋黄糕点而犹豫不决吗？快试试平婆素蛋黄。平婆素蛋黄是由平婆、印度黑盐、食盐及油炒焙而成。我们将带壳平婆煮熟后剥壳，再将平婆磨碎，与黑盐、食盐及油混合焙炒，以此引出黑盐中富有的蛋香味，最后揉捏成型，即为平婆素蛋黄的成品。我们创造出了具有仿真口感与风味的素蛋黄，且不具有蛋腥味。经过了多次的实验，我们不断的调整制作过程、制作方法以及黑盐、食盐的含量，最后经由品评，我们得出了最佳的结果。不仅制作时间短、价格低廉，且不含胆固醇、热量较低，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，为全素食品。近年来，素食餐厅随处可见，全台湾共有 14% 的人口，约320万人吃素，比例高居全球排名的第三名。随着素食者越来越多，素食的种类也随之增加，但却很少看见跟素蛋有关的产品。世界各地也陆续传出禽流感、极端气候灾害等因素，都是导致蛋荒的原因。植物蛋、人造蛋已经是一种蛋的替代选择，也是未来的新趋势。平婆素蛋黄为全素者可食用的素蛋黄，提供全素者更多元的选择，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之一，负碳排，符合双洁净标章的天然商品。运用平婆制作代替性蛋黄及相关加工产品，简单的加工方法达到与传统蛋黄研制效果。我们利用创意及思考，转化改变了平婆传统的食用方式，并且持续发想，创造了更多多层次的新式加工产品，有素蛋黄、蛋黄酱沾酱及调味用的蛋黄粉。再也不怕缺蛋危机，提供大众多元化的选择，也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择不同的口味。蛋黄，你值得更好，选择平婆素蛋黄。明野食品金蛋换骨，谢谢大家的聆听与观看。